好，我也准备开跑了。好，开始开始。I am ready。哎，我也 ready 啦。你们有新地图了吗？有啊有啊，已经开始了。哎，已经开始了。等等等，你们不能先跑啊！来来来，大哥，先跑。哎哎哎，大凯在干嘛？大凯作弊啊！大凯把好白痴害死了。我没有啊，我想要大家都往前动啊，不能输啊。我没有啊，我是有好好待在起跑线啊。我是在等好白痴啊。我也在等他、啊。大凯在偷跑。哎，耶嘿，结束。好，懂了懂了，大家跑完一圈都会了吧？哎、欸，石头，你回来刚好刚开始。嗯，来，刚刚是玩到这个吗？主题公园吗？没玩到吧？麦克哇咯，你这样对老人很不好啊！啊，不然旧的都跑一轮嘛，从仓库开始嘛。好、啊，从仓库开始。你这样对老人很不好啊，记不住路啊。仓库就简单了吧。哎呦，这个人，哦，还有十只。大凯有点水准呢、欸。大凯，我都被枪毙了。嗯，哎呦，哎呦，中刺。中箱子，箱子太诱人了，一直撞我。哎呦呀，还想跑、啊？我要在这边解决你们的，大家再见。轰隆隆，我也有。引擎发动，呼，发动，哎呦，打个屁啊！好、哦，要结束了啊，要结束了。慢点。我还在跑，完全血虐！走了走了走了，脚不要停下来啊！我还能顶，我还能顶！冲刺！可恶，这个失误！这个失误会被逆转吗？好废啊，白痴！哎，他停牌了。哎。再见了，大凯！等一下，你们不要丢下我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那水鬼，那水鬼啊！我要走另外一条路了。哎呦！哎呦！谁在炸自己啊？哎哎，大凯是不是？又死了！你开开始大凯模式嘞！我飞过头了。开始耍宝了。哎、欸，又卡住了，大凯，正常发挥。我倒啦！大凯要，可以陪我。哇，不妙，我怎么被水鬼了？你那个能算被水鬼吗？哇，这个好缓哦，我完蛋了。哎、欸，没招他。他应该是死了。没有没有，他们在这个转角会死。闪电。哎，没来。哇！太多票了，大凯这个好扯哦。哇！大凯这个逆转，哇！哎呦，冲啊！我滑，第一个要全吃啊！走这里的人，每个第一个都在全。怎么会这样子？但也没办法，走第一个才有机会吃道具啊！怎么会这样子？彩翅，哦，可恶，没事，这关有点 too easy 啊。嗯，太简单了。过他，过他，过他。那是肯定的。我们三个一起教训他。哎呦，等一下，一下下，一下下，谢谢他们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大凯加油啊！你该认真了。不是啊，他在拉我啊。我现在就顶不住啦。他现在是箱子，他废了。我顶不住啦。大凯，逆转，燃烧，燃烧，完蛋了，死啦！哎呀，是箱子。没事啊，不要踩刺，不要踩刺，不要踩刺。哎，他前面还有红色的箱子会教训你啊！真的，他自己哎，哇、哦，哎呦，这什么操作？他不懂操作。飞檐走壁啊！大凯，大凯，我要下去了！哎，你往下跑！可恶啊！我过不去了！哎呦，可以过来，过来呀、啊！哎呀，还敢飞？箱子可以挡钩哎！哎呀，箱子一直都可以挡钩啊 ！Winner。啊、哦，又有新官嘞！我就一直选新官啦、啊，你们选你们的。仓桶老手官，老手那肯定很瘦。嗯，刚刚他那一关是高级官了、啊。哎，是这个吗？嗯，就是这个。哎呦哎呦，这关第一开始就，哎呦是哎，哎呦有水准嘞！哎，这样有人死啊？哎
哎，我还没。哎，这关要一直跳哎。哇，大凯不是爬墙障碍吗？爬墙障碍也是有克服的一天，冲啊！啊，回来了！完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怎么这路？你这么早用啊？还真以为可以干掉我？开路，开路！我有这个，我这里一定死人呐、啊！你说像你这样吗？我上面的路比较难走了。哎，这个可以决胜负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他勾的有点早。哎，大凯一个挂机。哎，这个甩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大凯一直飘。哇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又起来了，我顶不住了。大凯一堆杂技，你还是 hold 不住我啊。那个墙还是很难跳啊！哎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出事，完蛋了！我走捷径了，游戏结束。完蛋了！啊、怎么那里有路？我卡住了。屌打！十秒内把你们全部处理掉。哎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是哪里？完蛋！怎么走到这条路？哎，这里到底是哪里？哎，被关卡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这里是什么东西？哎，我先走了。哇，完蛋啦！哎，这是谁的火球？喂，按刚右边那个。你有火球？别的。啊，怎么剩两个不会爬墙的？我刚刚爬的比你快啊！你说啥？啊，你说在哪里呀、啊？我还在。最后，我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大概我，哎呦，我还可以，我还可以，大概怎么拉了第一个之后就不会拉？哎呦，哇，还可以，哎呦，我还可以，哇，那还可以，原来可以荡过去哦。别想走，我还可以，啊，哎呦，我还在游，我还在游，我先走啦。光头侠下去，我不演了。怎么又来剪刀剑啊？那我要走了。还敢剪刀剑这么？我想说应该可以吧？算了，我不太妙哦，我这样子。哎呦哎呦，箱子还有箱子。隐形侠冲哦！垃圾火球。真的很垃圾。好，这里比操作哦。丢箱子，丢箱子，石头。要什么丢箱子？要怎么丢箱子？那回答你。太早了，操作的顺利。完了，我撞墙了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夜总会啊，夜总会啊，你们先别选。发电站。夜总会他写说是简单呢、欸。公园还是什么？简易难度哦。解决什么？哇、哦，大概没了、欸。我吃的招式有点多啊。这个夜总会为什么是在外面呢？哎、欸，为什么飞弹这么多呀？搞事了！哇，大凯消失了。这里就看谁比较会掉了吧。这里又看谁运气比较好、啊。再见，回来，我天！我一个180度啊！完蛋了！大凯在干嘛？大凯在干这个？那你根本上不去啊！可以啦！哎呦，哎，大凯，完蛋了！没了，是打迷路了！哎，加速！哎，太狗了啦！他那个，我走上来我就赢定了。竟然是这个、啊你要射哪边？专门看着你的。哇！我拿到废箱子啦，那是完全没中哎。那确实是不妙。哎、欸，开战！到底谁他妈拉我？哦，竟然有人可以跟上我！你准备帮忙开路啦？我开好了，我开好了，我出事了。谢谢，已经开路仔，哇！大再见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再见，先别走啊！
我脱离了。你是水鬼啊！还好我是泰山，我很会掉。我的泰山出事了，我的绳索有问题。大凯，你没嘞？不好说，不好说。没有啊，大凯还不好说哎、欸，有水鬼攻。哎，我大的，哎呦，哇哇哇，大凯这个掉。哇哇，有人在丢箱子。大凯这个到底是什么操作啊？再见喽，拜拜。哇，隐形侠 winner！ 哇，也太高高了，我吓晕了。你一开始那个上去蛮屌的、欸，动物园怎么样？嗯，动物园来，来啦，动物园决胜负啦，最后一把了吧？输赢就看这关喽。嗯，这关我是得发挥实力啦、欸。哇，砖头仔，有大凯，哎，路哥在哪？狮子丸又哎 ，B B， 完蛋啦！啊、你怎么还在往前？还好，哔哔哔！啊！哎呦，下坡还好，下坡还好，这关都是下坡，运气不错。哎，怎么样？有没了？我跟大凯跑，那应该是结束了，那应该是赢定了吧？嗯，我不好说，啊、这是我发挥实力会赢了。我让大凯先跑，万解啦，万解啦！哎。来喽！哇，这个针好像没什么用。没事啊。哎呀，不会啊，大凯！爬墙的差距啊，你们爬墙没人赢得过我。完蛋！白痴领跑。狮子丸加油啊！来啦！躲躲。好了，哎，你好那个。哎，回头冰他，回头冰他。哎，这有什么用啊？可恶啊！你这波不得了。你这波真的不得了。你跟我打的时候怎么不长这样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好、啊，要说，要钱要钱。熊龙，哇！水鬼哥完蛋！啊，他没有超加速、啊，路在哪里？他有水鬼哥啊，小心啊！卖招！啊！解决，听牌。大家搞这伙人、啊，看来赛跑之王就是我了。啊，送头之王，看来是我啦！完蛋啦！完蛋啦！哎，这样可以吧？啊、来啊，再来一次啊！来啊 ，PK 啊！以你刚刚对这队的实力是打不。我看你们两个应该都是很快就嗝屁了。大凯也死得太快吧？你完全没有争夺冠军的机会。那个真的很难跳哎、欸。有啊，还争夺倒数第一、啊。我捡到一个水鬼勾住我。哇、哦，白痴！下面帮你开好路了、欸。牛、啊！太狗了！为什么我拿到的是箱子？因为你是第一名。第一名还有别的？竟然我……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要少一个了。哎大凯有玩到吗？这一把，我体感是没有啊。哎呦，再见了！拜托狮子丸，你拜托一定要认真的，我要认真的。没事，他一定会被我干掉的。他决胜负了。哎，完蛋了！解决！哎呦，狮子丸，你还有机会，你还有机会啊！为什么我拿到？哎呀，太帅了吧！帅了吧！我关键的收到了这箱子，赛跑王登场，干的 JJ 再次获胜。哎呦，今天又血虐了一把。啊，我被动物园康特啊，哪有那么衰的啦？今天我魔镜之夜就到这里啊，有机会再给你们上诉啊，收工。大家记得点赞按订阅啊。